十月二十五日，主题为“众神归位，世界开创”的向上互娱成立发布会在京举行。向上互娱将与耳根、月观、骷髅精灵、柳下辉和天下霸唱五位网文作家联合推出世界观 IP《云穹世界》。在此世界观 IP 的开发上，向上互娱表示，将以三星堆文化为基础，以中国古典神话为素材，在云穹世界的世界观框架下，创造出一系列的故事内容，与华谊兄弟、完美世界、腾讯动漫等多家企业合作，展开文学、漫画、影视、游戏四条核心业务线。向上互娱 CEO 雷荣祖表示，向上互娱将以世界观 IP 开发商的企业定位进入互娱市场，并围绕云穹世界 IP 以文学创作业务为基础，连带开发影视业务、游戏研发和发行业务，以及云穹世界系列动漫制作业务，形成以文、漫、影、游四方联动的业务布局。而这四条业务线的展开则通过与多家厂商的战略合作展开，具体合作内容包括以下四个方面：文学业务方面，与耳根、月观、骷髅精灵、柳下辉和天下霸唱五位网文作家签约合作，并任命为公司内容运营官。在影视业务上，与华谊兄弟达成合作，共同开发 IP 影视作品。在动漫业务上，与腾讯动漫合作，并授予耳根小说的独家动漫改编权。在游戏业务上，同完美世界、百度游戏、盛大游戏、搜狐畅游、中手游等五家游戏厂商合作，共同开发 IP 衍生的游戏产品。除业务合作外，向上互娱已经与华谊兄弟、时尚传媒、小米科技、乐博资本等企业达成资本合作，并任命演员袁姗姗为公司首席娱乐官，任命歌手胡彦斌为公司首席音乐官。雷荣祖表示，希望通过多方跨界资源的融合互助，将云穹世界 IP 打造成新一代的经典 IP 之一。酷路娱乐北京报道。